赏金猎人的事情，不问黑白，只问秦路。夜之恋在6月24日已经公测啦，除了萧逸，还有其他几位男主，大家可以下载游戏，看看有没有让你心仪的纸片人哦。
接下来在结尾展示一下帅气萧逸的成片吧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记得关注迷你，还一键三连哦。